美国的独立革命，有谁？乔治华盛顿率领这些呢，北美十三州这些所有的人跟英国呢分庭抗礼。好、哦，后来呢，他们呢得到了胜利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这是美国的宪章。好、哦，有个宪章。可是呢，在1861年到1865年呢，发生了美国的南北战争，在短短四年多当中，死伤有六七十万人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北方是以工业城市嘛起家，所以呢，它很快速的发展，大量人力，所以当时呢，他们呢也就怎么样，雇佣很多的非法的黑奴。哦，不知道在美国第一批黑奴从哪里上岸吗？就是我们讲的 Katrina 那个地方，从没上岸，从没上岸。哦，可是黑奴制度呢，慢慢就被变相，而且呢，越来越没有平等。那南方气候比较温暖，所以他们是种植农业为主。那当然可以想见嘛，南北战争哪边比较优势？北方嘛。哦，可是后来呢，被谁？林肯所领导的霸主的黑奴制度。哦，那美国呢才进入真正的统一。那自此以后，我们想说，美国应该就进入所谓的种族平等，没有所谓的黑人白人论。那事实上是这样吗？可以看一下啊，哦，在有一个州，1975年。哦，他们呢当时这些人上街抗议什么？抗议说为什么这些黑人他们来是次等人民，我们呢应该呢白人吃完饭，小朋友才跟着吃，我们上个教室跟他不一样教材不一样空间，为什么他要跟我们一样空间上街抗议？哦，可是这个州很棒。哦，这个呢大法官他们制定啊、哦、一个法律，就是人人生而平等，不管肤色，所以呢要求你坐公车。对不对？所有的黑人白人通通在坐在同台公车里面，不可以有差别待遇。因为他有暴动嘛，所以要警察坐镇，哦，警察坐镇。那我们想说，这个州立法很好嘛？不到一年的光景，在另外一个州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。什么事件？可以看，是一个殴打的事件，被殴打的主角是黑人白人，黑人殴打的啊，边一圈都是白人，他、这个人拿旗子干嘛？戳他，对不对？可是很讽刺，他拿什么？国旗，美国的国旗，美国不是向来讲说你是自由啊、平等啊，像是大家好讽刺哦，是哦。所以再记得讲一句话，我觉得我必须让大家知道当地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他以为啊，从此平安无事了，没有没有这么样的相安无事，还是有一些事情。所以记者还把一些丑陋、黑暗面的把它揭发出来，哦，我们才可以知道真相。好，老师，刚刚那张是1995年，是1995年的事情吗？1975。啊，刚刚那是写1975，哦，我看错了。然后这一张各位看一下，这一张你可以想见也是应该是怎么样？刚好是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分离，然后相聚哈、哦。然后呢，这一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一样。你看啊、哦，这次呢，这些孩子啊，没有不认识爸爸，因为都大。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妈妈很开心，带着呢，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姐姐开心，上前拥抱这个父亲，哦，看起来非常温馨的画面。那记者一定跟这些都有内线，都有通知嘛，所以他们说，明天有班班机，所有很多的将士会回来，你赶快去接机。哦、所以他们等，就下来可以这样的一个画面上映很多场合，就所有记者拍完了，很满意的都回家了。结果呢，记者发现机舱上还有没有下来？他就等，就是有些开玩笑。那各位呢？刚才那个人是不是18个月？这个呢，将士呢，他开飞机去轰炸，结果呢，被俘虏，弹跳出来，一抓关在呢监狱里面，关了多久？72个月，6年呢。你看6年里面会给你住 VIP 吗？会给我对待吗？啊，没给你2年吗？我的报告签了礼拜，对不对？那你想想哦，身心应该受到非常巨大的重创，可是你看他回来，我没有看他的正面表情哦，但是你看他穿着这个军装，非常怎么样？英挺。英挺。他说我回来了，我完成国家交付的使命，我回来。所以你看啊、哦，这个爸爸回来，他把他最英勇的、最光亮的这一面呈现在他家的面前。OK。哦，所以这张跟这张大概喜欢哪一张？不一样，动人。都喜欢哦，都蛮动的，很好哦。啊，这场
好可怜哦。这一章也是很有名哦。嗯、就跟你讲，这个呢，美军啊，为了要让这些越战、越共啊能够铺路，所以呢，他撒落叶剂，他还撒一种叫什么？叫蓝衣弹，就是呢，他那个哈、哦、爆炸以后，很像强力胶哦，着火裹在身上会被雕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记者那边，他看，哎，这个小女孩全身烧的，像他裹到乱七八糟，全身衣服一扒光，好了，好了，救！啊、哦，又有治愈，咔嚓按下这样换的，哦，然后呢，两个人从此就成为哎好朋友。那越共很厉害，他利用这张来做反宣传。你看，那美国不是很厉害吗？讲自由平等的老大哥，怎么连这种平平无辜的老百姓都不放过？大肆宣传。哦，那他们也厉害哦。这小女孩，哎，就问他，哎，你家住哪里的啊？哦，特别照顾他，你还念什么？哎，小女孩因为从小是因为烫伤，所以她医学很有兴趣。哦，她想到她念医学，她到古巴去学医，她资助他。哦，所以大家想说她到加拿大，然后呢，她呢也资助她去加拿大。那为什么她要离开？因为每次哦，只要这个越战满十年，这位小姐，我忘记介绍了，这小姐跟我同名，她叫金福，微信潘，潘金福。潘金福小姐，这次的十年你有什么感受？你看她还是很辛苦，不是？哇，满了二十年，请问呢，这位潘小姐有什么感受？吓死了！哎，会觉得很受骚扰，一段时间就被捞出来，但是捞出来了，她是觉得很受骚扰。就变成宣传工具，所以他那次呢，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，他就跳机，不是身亡了，寻求政治庇护。好，那天越共很生气，当生气啊，是取消他越南的国籍，从此他一辈子都别想回到越南。哎，记者很棒，他回到越南拍他爸妈的照片，拿去给他女儿看，还问他什么样的口气，再把他带过去，当他信使者啊，很动人，哦。那这张请大家看看，这张各位觉得，哎，画面看到什么？画的像，为了有一个阿兵哥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旁边这是什么？松树。啊，什么？对，可以大声点。烧焦的树。烧焦的树，包含这个地上一片焦土，为什么这样？战争吧，打仗嘛，炸弹嘛，是不是？哦，阿兵哥在清理战场。那可以觉得呢？讲个数据给大家听，1950年到1953年这个韩战，哦，他呢这几年当中，哦，平均一年，他大概呢就是消失、失踪或伤亡大概20万人。然后呢，在越战当中，越战这个当中呢，从1959到1976年16年当中，死伤不到320万人。所以意思是什么？一样，平均一年就20万人，因为战争就从这个地球上凭空消失了。所以你想想看哦，如果战争最后剩下这样一片灰蒙蒙，一片的焦土，民不聊生，到底战争为我们带来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也觉得，哇，也是很难讲哦。你看呢，从1947年到现在，经过70年，战争有少过吗？不是没有哎。当呢科技化越发达，战争惯例越可怕。哦，所以有时候不知道人类在想什么。哦，所以这张让我们觉得很触目惊心。这张呢，更令我们觉得哦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觉得这个人好像很像那原生的猿猴一样，躲在那边蜷缩在那边。哦，有两个记者，他想说，哎，我们去采访一下美国境内呢这些呢收容所，所以他去找了谁？找了一家呢收容这些启智的。哦，安养中心，就呢，他哇，那好大的空间，然后有个男子全身赤裸的，全身上面裹的都是那个大便，东跑西跑，东跑西跑这样子，然后就想看这么大的空间，有几个工作人员？几个？一两个，那他几个人？你还想象吗？一个呢？怎么有可能？当然没有办法照顾。所以你看呢，他拍下这张照片，你看这个男子，对不对？因为呢恐惧，因为呢可能又冷又饿，蜷缩在那边，他说他那个生活基本的本能，生存的本能。所以这张照片见报后，当然就引起大家很大的共鸣，他开始回头去讨论，到底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到底怎么会做成这样子？哦，
他说那个景象让你震惊不已，一开始你无法拍照，你只能设法呼吸，真的哦，让你觉得很沉重。好，这张照片各位看有几个人？乍看三个，四个，三六个这样的。那大家想发生什么事？感谢你胆子。震，有暴动吗？暴动吗？可能跟暴力有关系，对。那其实美国的普利兹奖分了两大类，一个叫突发新闻奖，突发的；一个叫系列故事奖。好，这突发新闻奖，就是记者呢接到呢警局通知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哦，在那个这个南港社大那个旁边的公园呢，有个豪宅门口有个欧巴桑，全身呢浑身是血，都烧伤躺在那边，旁边呢停一堆的警车，你赶快来看。他急忙赶赴现场，果然看到欧巴桑有人在帮他包扎，就发现怎么警力不少多人。然后警察就跟他讲说，他不确定里面啊，到底这个暴徒身上有什么其他武器，他们只能等待，不敢冲进去。然后听说里面好像呢是有个爸爸跟两个好女人，一个是太太，一个是孩子。等一段时间，发现一个带着五岁大的小女孩跑出来，她一直在哭，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有哇，全身也能被刀子刮得哗哗的，血流满面。而且呢，左眼被挖掉。这个记者呢，他想说，我拍了一二十年，有什么画面没拍过？他按不下去，按不下去，他觉得根本惨不忍睹。他只能从那个警察抱起的孩子，从孩子的背影，他勉强拍了一张。那怎么这样子？这个父亲所为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就把他冲出来，就这一张，全身跟赤裸上身，冲出来，刚警察把他制服了，他反抗。然后这小女孩说：“不要抓我爸爸，不要抓我爸爸！”你看孩子多天真啊，这个时候还在担心他爸爸。那警察当然冲到屋内，发现什么？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倒卧在血泊当中，然后送医不治身亡。那后来这件事情当然移送法庭，而这个男子以他的精神病为由，居然没有被判死，才令人发指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呢，这记者就讲说。当你知道某件残暴事情正在发生，而且女性首当其冲，你不能视而不见，啊，不能视而不见。OK， 好，我们看了这些，好沉重，我都觉得，我靠塞，按摩那个有消化，我带你等你后人给消化。哎，这个记者跟大家一样心情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我当初拍照，我觉得是很开心、很快乐的，怎么近视拍这些让他很沉重呢？哦，所以他就啊不管了，不管报什么，他就假日自己去。后面是呢，美国这边呢有国民住宅，哦，一大片广场，前景你看有两个黑小孩很开心在那边跑跳，光线呢这样洒下来，非常阳光，哦，非常快乐。然后呢，这个场地就是呢，孩子们假日可以练舞啊，去玩滑板啊，可以拍戏啊，哎，他们梦想成就的地方。他觉得摄影带给人的应该是这里。哦，所以他一改过去的常态，拍了这张也得了奖。好，这一张呢，各位看到什么？就第一张没有。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事件？跟什么关系？运动对。对。猜看什么？奥运。哦，在美国举办奥运。那这个奥运呢？你看这个人应该怎么？得奖开心吗？跟目前他的队友啊，他们握手。他就讲到当时呢，会知道奥运是很大的规格嘛，所以有家报社开出呢，哇，极好的待遇，派出五十人大军，然后住五星级，给你呢所有的顶级的摄影器材，包含大炮，包含场内采访车，可以进行场内采访。而另外一家小报就很惨，塞了，啊，住青年旅馆，然后自己煮早餐，租房擦了，旁边有大炮，之后呢一颗镜头。那你想想，如果是在摄影机的怎么办？其实他体温啊，被毙了，刚让他毙，对不对？宽宽的，我带我到谁啊？饥饿？没有哦，这三期很棒哦。他想，那我们这次一定要一些方法，设备比不人家，对不对？哦，然后呢又没有场内阵，人家人那么多，那一定要一些方法。他呢第一天预赛，他就看，哎，成绩，他预估大概呢前两名是哪两个国家？其中美国国家，他想说。